他说阿尔法贝塔为这方程式两根，而且贝塔等于多少？阿尔法加一。求 P 平方减四 Q 是多少？来看黑板。又说阿尔法贝塔为这方程式两根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而且贝塔等于阿尔法加一，所以说这里有什么特征？它明明是说有几未知数在，阿尔法贝塔是两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而且贝塔又等于阿尔法加一，所以说这表示可以直接假设两根是多少？我直接可以把两根写成一个叫阿尔法，一个叫阿尔法加一，这样。阿尔法贝塔是两根嘛？贝塔是不是等于阿尔法加一？所以说我这时候直接把这两根叫做阿尔法和阿尔法加一，行不行？同意啊？他说阿尔法贝塔是两根。那贝塔是就等于阿尔法加一，所以说一个叫阿尔法，一个叫阿尔法加一，是不晓得。所以说告诉我总共几个根？两个根。所以说告诉我两根之和，把阿尔法加上阿尔法加一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之 p， 负 p 是几 ？p， 对吧？哈，负的 a 分之 b 嘛，负的一分之负 p 是几 ？p， 两根是几？把这两个相乘是几 ？a 分之 c， 一分之 q 是几 ？q， 来把它整理一下好不好？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 p 可以怎么写？阿尔法加阿尔法，二阿尔法，所以 p 可以写二阿尔法加一 ，q 呢？阿尔法乘阿尔法，阿尔法平方加上阿尔法乘一阿尔法，所以写到这边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把 p 是不是找到了？那平方求多少 ？p 平方减几 q？ 四 q， 所以 p 平方减四 q， 把它带进去，把 p 平方减几 q？ 四 q，p 是几？用二阿尔法加一带 ，q 是几？阿尔法平方加阿尔法带，所以带下去观察一下这里 ，a 加 b 的平方都乘开，可以 ，a 平方四倍阿尔法平方。加上 2ab 是阿尔法，加上1的平方一，好了吧？减掉乘进去，四倍阿尔法平方，负四乘进去，负四阿尔法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把这两个乘下去，所以看一下，四阿尔法平方减掉四阿尔法平方，勾消掉，可以；四阿尔法减掉四阿尔法，勾消掉，可以。消掉之后，答案剩几？一 ，OK。